坚持到底，看着你不愿再逃避，你的笑容太过美丽，我难以呼吸，你是否会说说你愿意。你也知道我是真心喜欢顾家呀，我也不知道他有个未婚夫啊。他未婚夫现在从国外回来了，他们俩张罗要结婚呢。所以妈，我真不想这样啊，我也想跟顾家在一起。妈，你别哭嘛。公司啊，临时决定把他送到国外学习深造，去非洲学中文，啊，所以这个就不能来看您了，啊，你别着急啊，只要他一回国，我们俩立马结婚，马上给您生一大胖孙子，怎么样？啊，开心了，乐的。怎么着吧？事儿吗？有事你忙你去吧，我在这儿去。哎，大勇，快把尿盆接过来。没事，你儿子家教严。别让你女朋友干这个，快点。哎呦，我这来来来，哎，你干嘛？别动！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烦我呀？不是，你说这满满的一盆尿，你这么抢过去，溅咱俩谁身上合适啊？顾家，我真没别的意思，主要我觉着吧，你说你姑娘家家的，你又帮我妈擦身子又倒尿的，这些本来就应该是我干的活。先生，那你觉得你这10000块钱包我做这么多事情，是不是赚了？哎呦，你就别挤兑我了，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做生意做惯了，我这有病行吗？我真没别的意思啊。行吧，那你走吧。走哪儿去？我刚来。倒尿盆啊。啊，哎，好嘞，走吧。接没接呀？挂了。我看我姐这次真对咱们死心了。你这次是真伤着我姐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你也不想想，我姐刚刚从上一段感情的创伤当中恢复过来，这才多长时间呀？又亲眼目睹一家庭暴力。还有，
你一句一个什么结婚呐、结婚呐，说这些敏感字眼儿。哎，哪有姐姐没结弟弟先婚的呀？哎，我姐这次估计是被咱们伤透了，电话也不接了吧？哎呀，我这喝点酒啊，说话就不走脑子。你想点办法把你姐姐劝回来，我跟她认个错。我没戏，要给我姐找回来，得找展哥帮忙。不识钱包，不识钱包。对对对，啊，手别摇，样别摇。我没有摇。龙头把紧，龙头把紧。对，你就往前头看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啊！你看，我学不错吧？哎呀，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得多练，明天接着练。还是教练好呗。姐呀，你才回来呀？啊，我们等都急死了，等的。谁说我是回来？我就是路过。哎，别！你看看，你看看你，是不是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啊，有品位的、有风度的国际设计师，你怎么能跟咱爸一般见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嗯，你是刚说什么？咱爸，终于可叫爸了。不是，他呀，老头就是为你和展哥的事儿感到高兴啊，多咪息了两口。这一多咪息吧，他就彻底咪息了，这你也看见了，对吧？但是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不值当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们俩怎么这么快就统一战线了？没有，你不知道，你走。老爷在那发呆，一直发呆，他也知道自己错了，好吗？上去，走，车给我，车给我。怎么样？你姐她大度着呢，她怎么可能生气呢？对，我们只是在这练车。哦，练车呢是吧？怪不得一身汗味儿。嗯，谁身汗？有吗？有啊。文本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就算是单身的，看见你们俩这样，也被你们虐死。我告诉你，我先上去了啊。展哥，哇！你最近卧底当的不太用心啊。我没有啊。姐，我那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一心在想着怎么样为老姐谋幸福、谋利益，是吗？啊，那我问你，今天我去车行，看见车行密密麻麻贴着训练日志表，还有那些专业级的训练设备，是怎么回事儿？妈，哎呦，电梯到了，电梯到了，来。醒了，瞧你似的叫着呼噜打的，还哭你呢。我寻思我睡在铁轨上。哎呀，你还嫌弃我？我是从小睡觉就这样，还不都随您啊？我能嫌弃你吗？你是我儿子。是。关键是要人家顾家不嫌弃你就行。你，哎，对了，嗯，顾家呢？他上午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过来，快到了。妈想了很久，我觉得我还是想把那个家传的宝贝啊，先交到你手上去啊。别去啊！你给我干嘛？您说好了，那是要留给你将来儿媳妇的吗？再说我跟顾家还没说怎么回事呢。啊，哎呀！哎，妈！陈氏刀口了，啊？你是生气了吧？气死我了！别生气。高大勇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敢跟顾家掰了，
我跟你没完了。这不掰不掰，我发誓不掰，行吗？真不掰啊！这不掰。妈，你那宝贝儿，这合适吗？现在？妈跟你说啊，我还想啊，等到你大喜的日子那一天啊，我喝着我儿媳妇递上来的热茶，我亲自高高兴兴的把这家传的宝贝镯子给她戴在手上。哎呀，可是你妈我呀，还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呢。医生来了，甭管结果是好是坏，我还是要先把那宝贝交到你手上去，啊，要不然我放心不下，啊。妈，你放心吧，你肯定没事儿，啊，我保证，我们俩一定好好的，啊。真要好好的，不能骗妈。不骗你，啊。哇！哎，蒋哥，这就是你参加比赛用的座驾吗？啊！哇塞！我原来只在电影里面见过，这次第一次见真的。哎，我能进去坐会儿吗？啊！别瞎碰。哦。这次得亏大勇，金刚比赛就靠他了。这么好的家伙也不让我看啊！你哪儿？我听路人甲说，我的男朋友满血归来，重回赛场。我作为正牌女友，我是不是得来支持一下呢？哎呦，不错哟！哎，要不然我去那边先忙一会儿啊，你们慢慢聊，慢慢聊。你生气了？我当然生气了。我以为咱们俩真的好了，你心里疙瘩就没了，也不会再把我往外推了。咱俩现在是好这样。那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不是要瞒着你，这比赛一天天进，我也害怕，因为他对我和我们的意义都不太一样。哎，你看，你都说了，我们，既然是我们俩以后什么事儿都要一起面对，好吗？你说的？当然是我说的。要不要试试？我？可以吗？有我在就可以。那个病人赵慧敏啊，手术切片结果刚刚出来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就目前的结果来看，是良性的，没太大问题，再住3天啊就可以出院了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大夫。没事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。喂，说话也没事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喂。你别难为你女儿，不是，哎，里边带着人来。
我先忙去了啊。去，我那说多少遍穿利索点，你穿这身的过来。我穿这身有问题吗？人家可是大赞助商，说多少遍了能记住啊？大赞助商，我就得穿着西装笔挺的去开车啊？这我是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吗？行，我说不过你啊，那走走走，赶紧把正事儿干了。哎，我孙总，这就跟您说的，我们这车手展望啊，他这个履历呢，你也都看过了，而以他的技术呢，在咱们国内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车手啊。这不为了参加这个京港这个比赛嘛，在我亲自的监督之下，正在积极的恢复体能训练啊。那个来说宣传画来，这是我们车队的宣传画，你过目。来，往后翻，好精彩。你好，你打招呼。我是做风投的，对投资的项目要求很高。是是是，我虽然不懂车，你的情况我之前也通过顾问了解过，确实还可以。不过我做风投最看重的就是投资对象在近一段时间之内的表现。展先生近两年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项国内外大型赛事，所以对于你的估值我们无法定位啊。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这就是我目前的真实状况。而且您是投钱的，真金白银这笔数目也不小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更谨慎一些，咱都考虑考虑。那好，方先生，我们就先走一步吧。哎，咱坐那个什么，那个我送送您，孙总。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做风投的。最重要的就是双赢，两厢情愿的事儿，勉强了谁都没意思。所以，就像这位展先生说的，咱们再想想吧。啊，哎，扑到你自己脚底下，你不走，怎么着？这哥们抱你过去啊？哎呦，不至于啊！两情相悦，我这一个人，这合作得了，太勉强了。我不是没跟你说过吗？人家都是大赞助商，一个顶十个，人家没说错什么呀？咱们车队现在确实没跑出什么成绩，那你就嘴上甜乎一点，吹乎一下自个儿，怎么了？让人高兴了，这事不就办成了吗？你瞧，你过去分分钟把人都给得罪光了，哪你这样的？大勇，勇哥，哎呦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了不了解我们啊？跟不对付的，多一分钟，多一句话我都不想说。你说我也没让你跟人交朋友，对不对？可是也没你这样的，见了赞助商穿的也太随便了吧？这是工作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京港大赛现在箭在弦上，你得清楚，你现在不光是车手身份，你总得为你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吧？是你不为你自个儿，你得考虑考虑，跳妮将来跟着你。算了吧，多的不多说了，我自己有数。高总，我劝你最好跟我说点有用的，你烦着呢。有用，那个我呀，是跟着展哥干的时间也不长了，但是呢，吃这口饭呢，就是您高总的人，对吧？我保证以后啊，跟着高总。跟着展哥，共进退。不是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这样啊，展哥的性子呀，咱们都熟，是吧？你非让他三张着人了，
重新来过那不大现实，而且你万一把他逼急了，是吧？你们哥俩之间这感情万一有点什么破裂，那也不好。所以说，我出个主意，不知道可不可行啊？我呢来做展哥的公关。哎，我这人没什么别的本事，会说话。哎，我察言观色，揣摩人的小心思，那天分杠杠的。我保证半个月内让展哥和那些啊赞助商，把这他们关系打理得妥妥的，放心。我听明白了啊。这样，田亮，哎，我觉得你啊，当公关屈才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事。这样，你干脆直接给勇哥当赞助商得了。嗯，啊，大勇。嗯。最近怎么老没见长胖了？不要说他，说他就生气。哼，生什么气呀？小妮跟展望，他俩最近挺好的吧？妈，你最近怎么那么八卦呀？我是您亲儿子，您就不能关心关心我？搞得我跟你充话费送了似的，你呢？那行，嗯，那我关心关心你。嗯，妈妈你啊，我给你那东西什么时候能戴在顾家手上？啊！啊，什么呀？什么时候才能戴在顾家的手上？不是妈，哎，哎，慢慢，哎，我这是痒痒着。哎，去去去，哎哎，别，真痒痒。这怎么办？好了，吃饭。哎，不痒了。妈，好长时间没见着佳佳了，可想她了。你跟他约会的时候，别带他出去吃啊！外面的东西多脏啊！你带家来啊！妈给你做炸酱面、做饺子都行，好吧？妈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就像我跟顾佳这代人呢，谈恋爱就分分合合都很正常。那不像您跟我爸那时代，您仔细回忆一下啊，就当年您跟我爸勾搭上之前，您就没谈崩几个？您别指我呀！那，你小子，你说这话的意思，是不是你跟顾佳已经分手了？啊？啊，知道知道。哼，你要是真跟他分手了的话，肯定是你小子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，才把他气跑的。哎妈！而您儿子在您心目当中就这地位啊，那就不行是人家没看上我，一脚把我给踹了。你真逗。你少来这一套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？前两天还跟我亲亲热热在病床上聊天的，那他说翻脸就翻脸了。大勇，嗯，肯定是你小子不厚道，你把他给我气跑了的。我有他微信，我亲自问问他。哎，慢慢，怎么？我逗你玩呢，我们俩好着呢，偶尔还跟他那样。你跟我很腻歪吧？嗯，正好着呢。嗯，嗯，来，这不行。来，妈吃菜来。嗯，嗯，嗯，我反正有他微信，要不我建个微信群，咱们还可以板聊呢。妈，我吃饱了。别，你把手机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姐，你快看这狗多帅呀！以后我也要养一只。你先把你自己和田亮养活了，就再说狗的事儿。我才不养它呢，姐。嗯，先别说我了，有这么个事儿啊，展哥吧，是哪哪都好，但他有时候做事有点轴。人怎么轴了？听着呀，大勇哥给他拉了一笔大赞助，嗯，他眼看这钱就要砸到展哥的荷包里了，可是展哥不会来事儿啊。那现在我估计是买卖要黄。不是。还有这事儿呢？啊啊啊！你听我说啊，纵观咱们家的这个发展趋势啊，就靠姐和姐夫发达了。但是展哥呢，他又是个技术狂人呢，要想走得长远，你得学会和人打交道，总在那安静做个美男子那可没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姐，你这样的高标女该如何适应展哥那样的技术男？咱们家。
能不能飞黄腾达，就看展哥这一仗。如果真能翻身，嘿嘿，一辈辈，看你父母还敢不敢瞧不起我！哼，你少扯我爸妈头上。你说的这情况属实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亲眼看见。展望呢？啊，展望呢？里边呢？哎，姐，我还有15分钟就下班了，你来是不是？咱们一块儿去吃火锅呀？我知道有一家火锅店，牛舌特别新鲜，我要不要打个电话预定一下？我们是去吃饭，嗯，但是没有你。你呢？现在回家给贝贝和爸做饭去啊。不，凭什么呀？那你呢？我今天晚上跟展望有重要的事儿，去吧。辛苦了。你来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。行，说吧，什么重要的事？你前两天是不是跟你的投资商孙总见面了？知道的挺多的。那当然，什么事儿也别想瞒我。我们俩不是说好要一起面对的吗？一起面对，我就是见了他了。很好，他那天穿着打扮是什么样的？挺讲究的，具体穿啥我也不知道啊，没注意。那你呢？就这个啊，多干净啊！你就穿这个跟人见的面？难怪生意没谈成。不是，这不是挺干净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把他微博上的照片全部 copy 下来了，研究了个透。他总共有129张照片，其中有2/3都是自拍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这个人很自恋，他的衣服、配饰、鞋、帽子都搭配得很讲究，当然虽然品味一般，但是他至少他希望别人给他点个赞，关注他的穿衣。可是你呢？
你穿成这样去跟人见面，变相的否定了他的品味，所以说他一见你，他就觉得你跟他不是一路人。他如果有这个印象，他就不会跟你好好聊，那生意自然就谈不成。只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。只不过，你知道一件衣服有多重要吗？展望，衣服就是人的第二张脸。对。那要不然你以为我们高级定制是干嘛的啊？就是做衣服，一件衣服而已。为什么我们的工艺、我们的设计、我们的版型那么好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一对一的对照客户的样子，为他量身打造，能穿出他的气质、他的品味和他的态度，这就是高级定制。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啊！要像你说的，那时尚界都是虚无缥缈的，那怎么会养活我们这么多人呢？对吗？大师，你看看我穿什么合适，你要不帮我搭一身呗？这种东西吧，心诚则灵。我看你也不太相信我，说了也白搭。不是，弟子现在很诚心的求教，教教我应该怎么做，啊？你信不信，我能帮你把这个客户重新抢回来？你？上回我从云南带回来那小山核桃，我加了点芝麻，打成粉了。你跟小鱼啊，相互监督，坚持每天早晚吃一勺。行。这个啊，这是我带回来山茶油炒菜用的，这跪着呢。哎呦，你别放我这桌子上，都是露出来了。没事，有塑料袋垫着呢。用完了告诉我，我再给你们寄来。啊，还有这个。这卡里头啊，有10万块钱，密码在那儿写着呢。你跟你弟弟一人5万，现在先别给他，等小鱼要生孩子缺钱的时候你再给他，啊。不是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点钱呀，我知道在北京要拿不出手，可你爸没能耐呀，嘿，折腾一辈子了，也没给儿女折腾出一屋半房的来，这次来啊，还给你添了不少乱。我该回去了。您回去干嘛呀？你在这住的好好的。回去吧。再说了，你说我们好不容易一家人聚一块儿，你再待一段时间吧。回去吧，我那满屋子花花草草的，老托付给别人，我也不放心。哎呀，你爸爸真是没有本事啊，在这儿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，反而净给你们添麻烦。你瞧你说的。哎呀，其实我知道，你就没赶上好时候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您当年可是被北京林业大学录取的人。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弟刚出生，您放不下家里，所以生生把那名额放弃了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提他干什么呀？说是过去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就在眼前一样。您记不记得，就我小时那会儿，嗯，您在林业局上班，管着一大片林子，然后那时候我跟田亮都天天跟你去那儿玩，疯跑呀，两人，一个月下来，俩人晒得跟小黑猴似的，回家我妈就开始骂。哎呀，过得真快。后来要不是因为这口酒，咱们家也许还好好的。你妈也不会。爸，提这干嘛呀？都过去的事儿了，咱们不得往前看吗？对，往前看，就像你和展望，过去的事儿别惦记着。我觉着展望现在挺好，过日子就应该找这么一个踏实的。嗯，
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那好好管管你自己，回去以后要知道照顾自己。嗯。不过这段时间表现不错，我得表扬一下。不过那是在我跟田亮的监督下没喝大酒，回去要继续保持啊。哟，回去了没人监督了，我怕有点悬。那要不然我给你找人。这，你是要找一人监督我喝酒啊，还是想给你自个儿找一后妈呀？行呀，老田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还真觉得靠谱。你说你现在年纪又不大，是吧？你说你一人单着吧，的确是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单着那么多年了，找一后妈也行。给谁找后妈？你越说越不靠谱。不不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哎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楼下。坐会儿，我们再带您去哪儿好吗？在这儿呢。打今儿起，我们车队就算正式有投资了。哇！首先，老杰，太棒了！老贾，恭喜你啊！得谢谢你给我们那么美丽的一个外壳，壳再好那也是壳，关键是你自己有真材实料。恭喜你啃下这么硬的一块硬骨头。哎，老姐，你能啃下展哥这块硬骨头，那是更不容易啊。哎，小心我揭你老底。哎，赶紧把好消息跟弟兄们分享。走着走着。妮儿，昨儿这事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你这么一正经，我有点受不了。你别受不了啊，我这人呢，其实偶尔也是正经的。就这投资搞定呢，这块石头才算彻底落了地儿。我们后边的事儿也可以大胆的往前推了。这件事儿呢，对于他，对于我，还有这儿的所有人，都挺重要的。这所有人里也应该算我一个吧？再说我没做什么呀，我就是做点皮毛而已。怎么能说是皮毛呢？我高大勇这嘴，就算是说碎了，也不能把老展说开窍了。你知道他这人平常只顾着自己技术专业这块事儿。和人打交道的事儿一概不干。而你要知道，现在你说你不会跟人打交道有个屁用啊！对不起啊，我这偶尔粗俗点儿。老展他确实是一块钢板，哎，但这次不错，他听劝了。所以说呀，这得亏有你呀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代表展望，谢谢你。你代表？啊，我是他经理人啊。我想好了，这回老展东山再起，我得卯足了劲儿帮他。嗯，也算是给我们不再年轻的自己有个交代。嗯，哎，小妮儿，还有句话呢，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咱们俩之前呢，可能是有点误会，我呢说了一些不太着调的话。反正别怪我，我是怕你伤着他。我伤？我这兄弟投入起来太认真。啊，聊什么呢？少少没聊什么呀。少。哎哎，疼啊！嗯。妈，你们俩腻乎吧？对啊，我在这看会儿就。哎，行行行，我走。哎，导游。嗯。跟你们俩商量件事儿，车队算我一个呗。
什么意思？我没太明白。不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可是后面呢？你们肯定会遇到更大的坎，更大的困难。让我加入，我们三个人一块面对。你别想说什么怕我担心之类的话，也别想把我再往外推。展望，告诉你，这次我赖上你了。大勇，我知道之前我们有些误会，可是现在咱们三个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，那有任何困难，我们三个人一块去面对。咱们就放开手，不管输赢，搏一把，行吗？啊？行不行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哎，这地方消费不低吧？嗨，这不就两块蛋糕能有多少钱啊？哇，这么黑啊！就这种橙色的茶收费这么贵，这不是宰人吗？佳佳，我看我们以后啊少来这种地方。行，你要是不喜欢，以后我们就不来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这次这么急找我出来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吧？我昨天给我妈打电话才知道，原来她生病住院了，还不想让我知道呢。都住院了，没什么大碍吧？说是眼睛有问题，她跟我说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我有点担心，所以我想回去看看。嗯，是该回去看看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种事儿最揪心了。许仙。今天我找你出来吧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回去看看我妈妈呀？忽然触碰你的眼睛，只听到心跳在激动，却装作不在乎，像云淡风又轻。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，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？天空。